你好，欢迎收看台下晡新闻，我是苏胜文。台中中山医大附设病院一位26岁林姓护理师，第一早骑车要去上班，想袂到第一车顶要起步的时阵，倒手边的刹车车是无拍方向灯，就直接正弯，告过林姓护理师所骑的机车。虽然人是紧急送医，也是无救回来。上届感慨是病院的同事等袂到伊来上班，煞是等到人送入急诊，拢非常的唔甘。刷车车灯弯变换车道，弄到正边的机车。26岁林姓护理师倒伫个涂骹，和后轮交过。他从内侧车道变换过，外侧车道，他没有打方向灯。护理师的安全帽全部吹起，头部重伤，送往伊家己服务的病院，也是救袂回来。那他对事情非常尽责，那也常常获得病人还有家属的赞赏。林姓护理师有一个2岁大的后生，迄当阵伊要去上小夜班，离病院剩无500公尺，煞发生意外。同事无看到伊来上班，颠倒看到伊送入急诊，唔敢相信。发生这个事件的时候，我们的同仁都聚集在急诊室这边跟他道别。意外现场长期进行铁路高架化，也佮有作运工程，工地影响到行车的路线。呼吁经过这的民众，一定要特别注意。台新闻张桂端、廖雪信台中报道。高端项目不止心情受到影响，也增加提早死亡的风险。因为研究就指出，这等于是每天吃15公斤同款。一个人是享受自由，还是容易高端项目呢？不一定孤单就会不快乐啦，也是可以活得很好。有研究指出，高端项目对身体健康有害，相当是每天输了15公斤，早死的几率比一般人还更高。孤单寂寞人会比较觉得自己好像就是最难受的，然后没有人可以了解的那种人，那所以像这样子的一个状况之下，常常会加重一些病情，包含心脏病啊，对啊，或者是一些肺部的疾病啊，气喘啊。68岁谢先生独居10多年，一个人住小套房。拄着啊，你无烦，你嘛是爱过迄个日子爱过啊。谢先生难免孤单寂寞，尤其伊身体无好，两处中风，还佫曾经胃出血。家己卡医疗啊，啊都是医疗那个再去打啊，那都再去就做啊。医师讲，身体影响心理，心理嘛影响身体健康。最好的方式还是增加人我的互动，增加朋友，还有加强家庭的功能。减少孤单寂寞，建立良好的沟通管道，适当分享，对压力的释放有帮助。台新闻黄子玲、郭志忠台中报道。确实，家下人接受，心情也会较轻松。台南盐田里的主席关怀据点，伫今仔日透早开幕，这嘛是主席伫台南第三个关怀据点。筹备几啊个月，主席盐田里关怀据点总算开幕。1、2、3。盐田里面有1800多人，但有80%拢是长辈，也阁是当地里长主动找到主席。实际的师姐们就对这些长者们啊，失智的长者非常的有爱心，也会，所以说我就从那个时候就发下了心愿，就说我要请跟师姐、师姐他们合作。台南这个是第三个。那在今年年底12月底以前会有6个，那我们在明年年初哈，大概应该有10个示范据点。那未来的话，我们几乎所有的慈济人都会走入社区去关怀。不止组织志工走入社区，更加可贵的也阁培养出当地志工参加付出。很快乐啦，都在家没有来这里快乐，所以我觉得来这里好啊。这足好诶，我就是拢无欠息，拢逐日都来。每礼拜3天的课程，让长辈走出户外学习，除了凝聚社区的力量，也帮助老大人防范失智。台新闻李嘉欣、王昭忠台南报道。另外，台北中山区的主席高队先员是来到老人照护中心，带动长辈又搁唱又搁跳，让每一位阿公阿嬷拢满面春风。拿到家己做的纱锤，唱应景的歌曲。中山区主席高队成员走入社区关怀长者，还有人特别准备了阿嬷亲手做的吊饰传达祝福。我阿嬷做的，祝福你，这样挂起来，祝福你哦。在那一些。
少年人的活力带动了长者，伊搁跳，伊搁唱，还搁听会到熟悉的老歌。前来探望的家属拢感受到欢乐的气氛。这次看到了这么多的年轻的朋友过来，让我们充满了活力，充满了更多的热情。这也是很多鼓队成员因第一次跟阿公阿嬷因互动，彼此没有歹沟通，只有意外的发现和心思。这边做这件事情是非常有意义的事情，因为很多小孩子现在都是过得有点太幸福了，都没有想到以前的那些人的辛苦。就是长得很像我过世的奶奶这样子，然后就突然想要跟她多招呼两句，就是多跟她讲两句话。抚慰老人家的心，也更加知影如何跟长者互动，社区的笑声也会加一点嘛。大新闻，吕乔美、王静文、王祝明台北报道。市德洪台顶礼拜侵袭菲律宾，做大水引发土石流。拄如我来之工，前往勘灾发放慰问金。苏伟主在之工，马已经调来木炭，也够二手衫，准备伫这两天特别伫奥莫克来进行大规模的发放。为受到市德洪灾影响的奥莫克民众，准备援助物资。苏武主在之工，许明洛无用卡电话，调度卡车来载。Makakatulong tayo sa mga tao sa Ormoc.Sana naman mabawasan kahit konti yung paghihirap nila. 一天一箱一箱搬，除了冻干的环保木炭，也够离手的衫裤，以及数一天捐出的100条吐司面包。Yung part nito is isiship natin ngayong gabi, and then yung matitira bukas na.在搬运的过程中，阿田的身影引人注意，因为伊的双手穿着弹性衣。2005年，因为气泡烧烫伤。段伊三年无法度做事，后来伫医师的介绍之下，熟悉组织，成为照顾户。2014年身体好转以后，嘛开始学习求心向下。为了主持，nagawa akong nakatulong din sa iba o sa ganitong ano gawain. Kahit kunting magawa ko, kahit minsan katulad dito mabigat, kana ina-enjoy ko na lang. At least yung ano ba, ang kuwang ko makatulong lang talaga. O.輕度風颱起德16號在菲律賓中部登陸，造成萊特省也有比利蘭省不少的災情。杜魯灣志工已經在災後前往比利蘭省勘災，而且先送上慰問金給罹難者的家屬。這兩天主題志工也會針對奧莫克受災的民眾進行物資發放，讓他們能安心度過元旦節。台新聞黃奕傑、李佳美菲律賓報導。回顾今年大环境的四大不调，天灾人祸不断。占上林在今仔日的志工早会上就开始，人类真正的觉醒，心念善良，做好环保，和大自然共和平共处。地球一直是外太空当中真野蛮的明珠，但却在人类科技不断发展之下，现在已经被真多太空粪扫包围，对环境、对人类，拢是危机重重。人类要觉醒，好。以福一念善会造福天下，祥和平安一念偏，那就是造祸带给了许许多多人间苦难啊。唔止太空，地球上嘛无平静，四大不调，敢那是从今年8月美国夏威夷风灾开始，国际之间天灾频传，而人类制造大量粪扫流入海洋，人祸嘛带来了环境的浩劫。人人在节俭一点，不要消费那么高，不要呢这种物资需求那么多，很自然呐、啊。就不会有那么多的垃圾，有了垃圾造成呢，我们要积极一点回收，好好的分类，那接下来真正平常都是要减用的啦，唯有这样的啊，别无他途。真侪人嘛开始行动，发起了忏罪活动。做回落海清洁海底粪扫，回收了后的资源，比如保特瓶，也当再次利用做成木炭等等的生活用品，以行动来积极守护地球。台新闻谢云山、刘宏志华联报道。以上是台记新闻的部分，继续国际新闻，将时间交予佳琪。
好，谢谢盛文。那么在国语新闻的部分来关心的是叙利亚六年内战传出了各种辛酸的故事。今年十月底在首都郊区遭到了政府军炮弹攻击，其中有一名母亲是当场身亡，她手中抱着一名小男婴，虽然存活下来，但是头骨以及左眼受伤严重。这样的画面传到网络上之后，在全球现在发起了一项支持卡林的运动，希望借此能够唤醒叙利亚政府对人权的重视。ضمن عمليات الانتشال الشهداء كان في امرأة بالأرض حاضنة طفلها فكوادر الإسعاف انتشلت الطفل من أحضان أمه الامرأة كانت شهيدة الطفل كان عايش عم يبكي أطباء بالغوطة هما في العلاج للطفل كريم يحتاج طبيب أعصاب طبيب عينية طبيب تجميل لحالة الطفل We must stand in solidarity with Karim. The siege must be lifted immediately. Karim هو حالة من مئات حالات الغوطة الشرقية. إذا ما توقف القصف والضرب على المدنيين، يعني كريم راح يكون في منه 100 أو 1000.西方国家进入耶诞假期，大家都回家团圆，但是街友却无处可去，有时候连下一餐在哪儿都不知道。英国有一个慈善团体和店家合作，设立了一台贩卖机，专门提供给街友生活物资。Something to eat, a drink, or some clean, dry socks, hat. So the access to it is brilliant. I think it's in a good location with 24-hour access. 这台是英国慈善团体“行动饥饿”和当地的商家合作，特别为街友设立的贩卖机。只要持有指定卡片，像这样把卡插进去，就能取得需要的物资。贩卖机的概念起于一念对街友的关怀。Realized that something is missing from the jigsaw of care, and that bespoke, absent piece was a vending machine, and that's where the concept came from. 目前第一台街友贩卖机设在英国诺丁汉，发行100张指定卡片，街友一天可以来这取用3次，包括水果、生活用品，还有冬天最需要的毛毯、暖暖包。行动饥饿预计明年1月在曼彻斯特设立第二台贩卖机，希望这样的理念也能拓展到伦敦以及美国的西雅图、洛杉矶和纽约。同样在寒冬中关心弱势的还有德国，大批排队等待进入演唱会场的可不是歌迷，而是流行歌手赞德与当地慈善团体合作，周二在柏林邀请街友一起享用耶诞大餐。Aber für mich ist Weihnachten an der Tür zu stehen. Und diese Gesichter, ihr wart ja vielleicht dabei, es sind Leute, die sich bedanken und das geht richtig runter. 赞德也邀请当地知名演员和导演共襄盛举，和街友一起同欢，让街友开心直呼根本像做梦。大爱新闻黄静婷编译。现在焦点回到国内来看到，心脏移植手术越来越发达，不过术后因为服用药物的关系，容易造成感染或者是罹患恶性肿瘤，通常10年的存活率大约维持在60%左右。您知道目前亚洲患心存活最久的人在哪里吗？答案是在台湾，他患心长达27年，今天现身要感谢当年医师的救治之恩。27个年头过去，影片中的年轻少女变得成熟，没变的是乐观个性，让她面对病魔不退缩。人就是要开心呐、啊，你生病你就是要开心，你自己才不会觉得说我的病好像不会好，所以我的病其实很快都好了。秀英是目前亚洲心脏移植最久的患心人，23岁那年因为心肌病变，只有接受移植才活得下去。
但终身都需要服用抗排斥药物，加上抵抗力较低，罹癌风险比一般人还高。他这段期间因为工作疲劳，接连罹患乳癌及子宫颈癌，却对生命始终保有热情。我是因为他捐给我他的大爱，但有一部分我觉得他捐给我了，我就必须要延续我自己要延续的生命。医学的发展来讲呢，是一个很大的突破，但主要的突破还是在抗排斥药物的进步。与医师相拥一抱，表达内心感谢，把握活着的每一天，要继续突破记录，让更多人见证移植手术的奇迹。台新闻周晨、万家宏台北报道。也是跟医疗讯息有关系，来看到的是高雄有一位生活规律的邱女士，有个无法平躺睡觉的困扰，只要躺着就会觉得喉咙跑出食物，让她呛到。而这样的症状，她持续了四五年的时间，一度是以为胃食道逆流，最后发现她是因为病毒感染食道的括约肌无法正常的收缩，是罹患了所谓的食道迟缓不能症。X 光片中白色区域的是食道，被食物塞满的生病食道，正常也像一条线一样，所以这个上面已经不正常了，现在看到的也不正常，都扩张，其实这边这整个都扩张。那晚上躺，它就会白天吃的食物就从食道逆回到嘴巴，所以它躺平就会不自觉就会呛到，所以它变成说它要坐躺椅，以30度或是45度的姿势来维持食物在食道里面，它才好把它水不会被呛醒。这名患者呢，因为食道出了问题，所以每一次他想要睡觉的时候，其实呢就只能把这个躺椅拉高超过了30度以上，接着呢才可以以这样子半坐半躺的姿势来睡觉。以为是胃食道逆流病，我们给他传统的治疗之后，你如果没有办法得到很好的改善的话，事实上我们是要进一步做一些所谓食道机能的检查。这样也许我们中间可以发现到蛮多的病人其实是这一类的疾病。肠胃内科医师表示，食道迟缓不全症是指正常吞咽过程中食物进到了下食道时括约肌收缩异常，食物因此就累积在食道中，导致逆流甚至呕吐。目前发生的原因不明，从20岁到70岁都有可能产生病变。医师提醒，如果吃不多但餐后会呕吐，平躺不舒服，可能得透过机能检查进一步确认。大新闻主持人萧红树高雄报道。年轻人发挥善的影响力，北区慈青举办了蔬食推广活动，在明治科技大学邀约新北市几所国中学生参与活动，透过环保节源品的制作，学习节能减碳，也从蔬食 DIY 一餐素开始，循序渐进成为素食者。落实社区服务，北区慈青在明治科技大学举办蔬食推广活动。主要我们透过蔬食 DIY 跟一些闯关的活动，然后让他们知道就是吃素食的好，吃素食的好处，还有结合一些环保的概念，然后让他们知道可以在生活中落实环保。这样吃肉的人他需要很多的水，很多的能源，很多的肥料，很多的农药，那都是吃素食就不吃肉的人的好几倍。营养师以专业角度介绍蔬食对健康的好处，志工也搭配 DIY 课程的设计，让孩子在做的过程中学习珍惜物命。小黄瓜、美乃滋、海苔，然后还有饭、醋饭，然后我觉得吃素食挺健康的。这手帕是让他们记得说，哎，这是你自己做的东西，那你每天携带它来使用，就不用卫生纸，比较有那种感觉、意义，然后我们都不用包装了，就直接这样子。在学校都是学到很多理论，然后在这边都可以学到一些实际上用得到的。从身体力行中体会，年轻人学到的将受用一辈子。大爱新闻之声美志工吴秀芬、徐锦仪、孙慧明台北报道。还有了解到吃素的好处，再来看到这一群国中生，慈济苗栗减灾希望工程学校之一的后龙国中，欢度64年的校庆。在慈济人的带动之下，透过各项的表演还有闯关活动，让全校师生都能够了解到蔬食环保、节能减碳、救地球的精神。慈济苗栗园区太古队精彩表演，还有环保最乐活手语健康操。
此际苗栗减灾希望工程学校之一的后龙国中欢度64年校庆，全校师生响应111世界抒情活动。从节能，从解碳，从内心的欲念能够纯净，让地球能够永续。那我们有生之年也希望能够奉行一个利他精神。活动现场也准备了素食便当，便当好好吃，谢谢慈济提供我们这么美味的素食的午餐，谢谢大家的辛苦。还有闯关活动，机会教育，来了解这个呢，环保减碳救地球啊，那学习一些这种节能减碳的一个技巧，苏醒环保爱地球。充实的活动让后龙国中师生度过特别有意义的校庆日。苏醒第一滴碳。大爱新闻真善美志工李文善、袁淑珍苗栗报道。慈济印尼棉兰之会举办了灰衣志工的培训活动，总共有来自8个地区上百位的志工参加。学员们身穿会衣白裤，行进间循规矩有道气。棉兰支会举办第二梯次会衣志工培训，沙尔玛带着感恩心来参加，因为肿瘤接受慈济的补助，他现在也做环保，甚至带动20多位社区志工加入培训的行列。Ibu mau ke mana? Katanya. Oh saya mau ke Seci. Oh mau ke Seci ngapain? Katanya. Oh saya mau mengikuti dar ulang. Di dar ulang itu apa kerjaan? Katanya. Oh.Saya di Darulang itu mengerjakan milah sampah。这次共有来自8个城市112位学员，其中有8位是已经毕业的慈青。In tutur bahasa dan cara berbicara saya, dikarenakan saya ini dulu ngomong terutama sama orang tua saya ngomong di rumah itu suka pakai nada yang keras, jadi.相信这是对的路，加入良善的团体也能发挥生命的价值。大爱新闻傅丽荣印尼报道。马来西亚人道主义组织 MyCare 邀请了慈济志工共同探讨人道援助的行动，透过经验分享，彼此互相勉励以及学习，让在场的出席者都觉得获益良多。It is very depressing, right? The world is plagued with wars, conflicts.And disaster is hitting us everywhere. 马来西亚人道关怀组织 MyCare 举办人道主义行动分享会，雪隆慈济志工受邀到场分享。The great love that transcends race, nationality, religion. So is it possible for a Muslim like me to join the organization? We got many members who are non-Buddhist. This is all purely on compassion and kindness.民众在与志工的一问一答间，认识了慈济的人道援助经验。It's not only the humanitarian aspect. He builds houses and churches and malls and schools for these people, which is very impressive. In today's exchange in the idea, we seem to share the same understanding about doing humanitarian work beyond religion, beyond race.Which is the same philosophy as our Ta'ai, great love. And this is something which I am hopeful in future, if we are able to work together with this group who are sharing the same value and philosophy. 分享会双向交流，让大家对人道救援有更多了解，在未来也能有更多人一起付出。大爱新闻真善美志工许国敬马来西亚报道。再来看到马来西亚马六甲慈济亲子成长班，透过体验活动、生活实践，教导孩子们要心中有爱，同时也经过人文教育的熏陶，不只看到孩子们成长，就连陪伴的家长也有所收获。奶奶一年只有一次生日，你看看看看，大家都在玩着手机，不像话。舞台短剧精彩演绎，亲子班最后一堂课不一样的创意，因为就是可以给大家欢乐，然后传达爱的讯息哦。对不起，我不应该嘲笑你，走，我们一起去玩吧。把学到的智慧搬上舞台，马来西亚马六甲慈济亲子成长班一年9堂课，体验活动、生活实践。以前小时候我还听不懂老师讲什么，就蒙查查跟住宝，后来就慢慢明白要怎样做
一个好孩子这样子哦。其实我们也是希望他改天长大了之后，是一个对社会有贡献，然后可以帮别人的人。你这样厉害，你去读哦。你再讲，你要还我打你吗？亲子对骂是过去的稀松平常，如今大为反转。从开始到现在，我来了这边两年，可是我来了之后，我感觉我能够学到很多关于我孩子的内心的世界。我要怎样去走进他的世界？我也是脾气很坏的，所以是想自己也是调了脾气一下，因为有孩子跟父母分战了嘛，所以都是一起学习哦。有时会一点点事情过后就吵架，过后现在感觉一家人很好。正确的人生道路，亲师亲子之间互相陪伴，共同成长。带新闻吕佳佳、杨中博马来西亚报道。虽然最后带您到英国伦敦来看看伦敦的建筑博物馆，最近举办了一场姜饼屋的城市展，让小朋友在欣赏展览之后还可以参加姜饼屋的装饰工作坊。以上就是这一节的大爱午后新闻，感谢你收看，祝你有愉快的下午时光，我们再会。